各位中国日报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剧演员蔡成玉。新歌叫《心愿无尽》，它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版叫《心愿无尽》，还有一个意大利文版是 Amore mio, Dormi ben。这个意大利文的意思呢是这个亲爱的睡个好觉，或者是晚安我的爱人都可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舒伯特的这个摇篮曲。所以我觉得从古典音乐这些器乐呀，或者是一些经典的声乐作品里面能够提取这个乐思，然后给它形成一首新的歌，给它编配成一个流行美声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首歌就是这么来的，希望能够跟更多的音乐元素融合，可能有这个电子音乐啊，或者是有这个古典的摇滚啊，就这之类的都其实都可以，甚至还可以跟一些这个中国元素，一些民乐的这个乐器，我甚至想跟唢呐来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对，其实这些都是我这些年在思考的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流行和美声之间不用把两者分隔开来看，因为其实每一种音乐元素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嘛。只要因为美声之前我也讲过，就是美声的这个意大利文的原文是 bel canto, 它的意思是美好的歌唱。其实只要是好的表达的这样的一种作品，我觉得只要是观众能够接受能够喜欢，我觉得就是成功的一个文艺作品。更多的人可能从来不了解这个行业，可能更不了解这门艺术门类了，但是会因为可能听到我一首歌而走进剧院去观看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古典类的演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更多的年轻观众愿意走进剧院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行业来说，包括对演员，因为演员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在台上的激励应该就是下面有一大群观众是为了他而来的。在这个不断的创作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愿意走进剧院，愿意来欣赏我们的这个艺术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